祝贺各位，你们在音乐旋律中传递出的美好，也让无数人在过去的一年里倍感温暖。谢谢你们的付出，谢谢你们每一次的努力和拼搏。好好的。好，请合影留念。谢谢。谢谢，也谢谢我们的点赞人。我休息一下。各位请留步。我想现场很多你们的歌迷、粉丝，还有热爱你们的观众，想听听他们的获奖感言，好不好？王源。感谢微博，然后感谢音乐，然后也会一直努力的继续写歌，然后最后希望很快可以和大家在这里每一奔再次相见。太好，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光发热，我想这就是最好的同框，一起加油。